大家好，我哋系九龙玩孙嘅初级组合唱团，我系 James， 我系 Ethan。喺一间男校入面组织一对同声合唱团并唔容易，然而今年我哋好高兴有37位成员加入我哋。我哋大部分成员都冇参加过合唱团嘅经验，因此佢哋喺每一次练习中更加努力去学习。今次嘅比赛暨大师班亦都系对于众多新成员嘅第一次比赛，亦都想藉此机会令佢哋学习充实经验。而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嘅演出曲目系《只有和声》。呢首歌系何崇智博士嘅代表作之一，佢以深情嘅旋律同埋触动人心嘅歌词而闻名。呢首歌注重和声同埋团员之间嘅合作，歌词表达咗成员对音乐嘅热情以及音乐超越语言隔阂嘅力量。呢首歌充满咗情感嘅共鸣，系真正令人着迷嘅一首乐曲。看来我们的成员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等我们欢迎初级组合唱团，我们的钢琴伴奏吴俊熙同学以及我们的指挥伍老师，请大家细心欣赏。